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赢过爱情事。我无要紧，三宝，野生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。辛苦辛苦辛苦，感谢各位啊，嘛感谢这位热情的辣妹林辉，我的弟夫啊，啊，嫌说咱的王爷一定要顺利就嫁。但是我安排哦，各位先来阮神房休困一下。啊，总共一句啊，只要大家哦对我随同的啊，我保证各位乡亲，今仔来这回乡哦，是有通吃，有通耍。顾破手打铁，安尼好唔好？感谢感谢感谢各位啊！啊，咱来先来休息一下，辛苦辛苦，这边请请请，多谢嘞，多谢多谢。哎呀，多谢，真正辛苦啊！谢谢谢。爸，水头啊，你阁真有才情哦！我知影利用庙会活动来咧白条啊卡。啊，过要借机会跳出来抢本功劳啊！不怪人伫大量都用化参算，确实不一套啊！三宝啊，带林辉哦来办公室休困。我林辉啊，要走。快运动饮料了哈。什么？来来来。林辉啊，哦，你今仔日表现足好个啦，拢无互阮李家闹亏呢。哎，林辉啊，辛苦辛苦吼。没啦，今日的活动会当圆满结束，我们感觉足欢喜个啊。林辉啊，讲正经个，即摆哦，你真正是加倍亲着是哦。无总社村遐乡亲四民主，才袂无彩哦！我这么用心计较哦，你牵线两边的交流呢？陈宝，林贵啊，今仔足歹势呢，我拢在招待总社村遐朋友，拢无时间跟你开讲啊。其人莫安尼讲啦。林贵啊，你今仔表现哦，只有甲你拍100分。多谢。只有啊，你回来哦，大家足欢喜的啊，以后吼，大家拢大做伙。啊，若是我做唔对，还是我唔办所在吼，请你多多指教，多多看家。哎呀，家己人这样客气，你创啥？你着嘴嘴好哦，无怪阮丈人爸这样介意你啊。明秀啊，这点咱着对三宝学。安尼就对啊啦，
安尼唔照成一家人哦。朱伟啊，恭喜恭喜！欢迎！哦，你今日足有面子的呢。哎呦，拢是大家乡亲哦，斗三工的啦。恁新妇哦，确实也无简单，替咱装的哦，抢足侪风采呢。当然哦，恁要看是啥物人的新妇。小女啊，哦，恁新妇确实厉害，我看你光脚哦，光脚足忝的，哦，辛苦，足厉害的。对啊，哦，我看足唔甘的哦。各位乡亲啊，你看啥物人回来啊？啊，都水洞啊，还过会记啊？哎呀，才过我过会记啊！对啦！我水洞哦，为着这摆庙会哦，专工为大陆拼回来呢。伊即摆在遐做生意，做甲足大个啦，啊，算是伫外面哦替咱乡亲拍拼啊。顶届选举哦是足可惜个啦，无机会哦替你服务啦，是我唔对，我无够拍拼，也毋过即届我更加努力，争取替你服务个机会。可能牵绳啊，牵绳啊！啊，唔得看主的面子，哎呀，算命。是啦是啦，你一定要多多支持呢。哎，多多支持啊！是当，若要服务乡亲哦，就要像三宝用阿婆，用游览车倒上油啊，票来办活动，出钱搁出力，这无啥啦，应该啦。啥物都无使，你退场哦，出钱搁出力，应该你出来算得对啊。啊，对啦对啦，三宝是我的小弟啦，所以阮拢是一家人啊。以后我若是当选哦，我是一人当选，规家伙也替你服务啊。敢真呢？啊，当然真呢。你莫到是一人当选，无半个人来服务呢。无可能的代志哦。注意啊，恁家今日足请客呢，厝内是小哦，有灾情，搁友好，你当享福啊啦。等你的福气啦。你这届要选哦，就要较拍拼。顶届选无着，家己要检讨。好，我检讨，我检讨。安尼我先来走。啊，安尼我甲你送者。唔免，你无选，你免送。伊要选哦，可以送。哦哦哦，应该应该。我送我送啊，应该送。来来来，恁家恁家。哎，倒三羹来，拜托拜托。哎，倒到支持哦。你是要创啥？入去啊。你去以后是嫁个人玩俩，行啦。去三不家己回抢了了，唔知哦，你是咧跟人斗什么劳力？哎，咱这边哦拢是家己人，因为俄罗斯三宝啊，这好代志啊。以后因着看三宝面子啊，甲票拢转给我。今上重要是甲隔壁庄迄条仔口拢绑好条。啊，三宝因阿母着好放心者，那要紧啊。上重要的是啊，因法度跳旧票。我就唔相信啦，伊会用替咱倒去偌济票？顶届落选，即届当然较细利啊，票是愈济愈好呢。我教人呢，爸，回来。啊，拄只安尼庙咧庆祝，安尼两个来先走回来啦。哦，啊，就民秀今仔收忝，所以不要先回来了。来，坐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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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今仔日吼，我足欢喜个，啊，水塘嘛转来啊，小女啊，因阿妈去看一下较青草嘞，通我甲水塘接风，啊嘛先做吼，甲林飞啊庆祝一下。啊，一定爱，我随来传。啊，三宝啊，啊林飞啊，我一定真忝个，去啊带去洗一下身躯哦，通我休困一下，啊等食饭个时阵，我再甲你叫啦吼。爸，无阮先起来吼。好好好，姐，阮先起来哈。爸，这淡薄意思啦。啊，就即届我出去哦，想较久啦。啊，第个代志哦，还佫面受，拢爱靠爸你来照顾，实在足歹势。面受是我的查某囝啦，啊，我照顾是应该的。啊，若这顶上的代志吼，啊，你都要感谢明秀，拢是伊咧发落的，哦。啊，若唔知影的人哦，拢误会讲是明秀也要出来选的。啊，既然你有心要搁选吼，你家己都要较巴结的，唔通拢靠明秀啊咧走基层啊。是，我知。爸，其实哦，今仔日会用隔壁砖头叫咱来回乡哦，拢是随同牵线的。
水塘哦，天南庙里哦，到处真侪人。啊，进前咱毋是讨论讲要让水塘出来选主委，爸，啊，即马水塘转来啊，啊，你有啥物想法？是毋是会当讲啊？啊，你是咧急啥啦？啊，水塘嘛拄仔转来尔，你嘛互伊休喘一下。啊，我嘛规身躯汗，我嘛要来洗一下身躯咧。 心内到底是咧想啥？啊，你着转啊！你阁唔讲要请你？啊！哎，你也唔敢哦，甲这主委不要尿红人坐啦。今仔较顺也是我坐迄位哦，我无想落来，你莫改变啦。你着是讲太多啊，无怪爸无要无紧。我甲你讲哦，你无伫个这段时间哦，咱这个选区我已经走透透啊，目屎该替你白条啊卡。剩的哦，得看你家己哦。这庙的主委。 你定爱唱着，对明仔载开始啊，喜花拢花水莲花啊，你拢去甲我扫一遍。哦，我师傅，明仔载开始啊，四间花、五路花，啊，囡仔花、六人花，为三花到九号九花，我拢甲伊扫一遍，安尼好无？等下就较正经的啦，莫甲我拉咧，我即马打电话来去联络。 我知影，啊，所以即摆唔知要拜托你，拜托你冤家甲阮斗宣传一下。Kelly，我，哼，Kelly，好，我即摆还无闲，无我较等打电话你。好啦，拜拜。钟经理，你怎啊？哇，Kelly，即摆是到底什么情形啊？啊，这该破去的，何咱唔是拢准时破去啊？啊，现在这个月利润这么低啊？啊，啊，都经济摆无法度啊，别个牌子哦，有咧搁较凄惨嘞。 我调查过啊，这经济无好，大家是愈唔敢开始去病院看医生的。啊，拢嘛早已有帮买病药啊，哦，啊什么感冒药啊啦，止疼药啊，拢袂较欠费啊。那有什么药啊袂卖出去啊？总经理，其实咱的产品哦，已经是共一款药品内面卖了上好的。即卖业绩确实受到经济的影响，也毋过我相信咱这个宣传落去，这业绩一定会冲出来。我希望这业绩。 无论安怎，一定爱冲出来。啊那无，咱空咧床头遐药也会空较过期。啊奇怪，啊你毋是大家拢去店面仔顺便斗着有咧做代志无？啊，啊是拢你去阮一下导游，啊就走去咖啡厅啉咖啡找恁去啊？啊，无你怎是讲无做代志？恁都出去无非啊？恁若毋相信我，都配合对着我后壁啊！我逐工是本一间分店，拢顺好头，逐礼拜小小报表，目顶啊真硬。咱的产品。 拢是情啥物啊？我对伊个做干呢，你搁想无满意的啊？我才想要问伊的，当初你跟人是哪讲的啊？我排抗抽查抽到这么重，咱袂过啊，咱都袂十后，这个我连顺怎样无啊？好啊啦，话豆豆讲嘛，业绩不好，大家连拢出大啊。要唔过咱即摆更加应该要冷静落来，甲我引出出来，然后甲想办法解决嘛。 哎，文杰，你要倒位啊？替你这大头家卖命，我去甲别人小看卖啊，看是毋是安排哦，做促销活动。我这老邓，我来找伊讲一下，这抽象麦抽遐悬，咱走利润。好了。 好啦，啊，恁门家怎安做就好啦。吼，老张啊，拜托你。无啦，我只好人下底的。吼，你无用啦。嘿，老张。嗯。来，谢谢。多谢。哎，你咧讲个抽象的问题，迄是咱自早就讲好，啊嘛拍契约呢。啊，你即摆讲你公司无利润通啊趁，我看看这是恁公司的问题哦。 老邓啊，是讲你这抽象的拍数，确实是咱业界安尼上悬的。啊，即摆经济也无外好啊，啊，即摆想讲我你是不是我一个方便？啊，说来我若讲有利润，我绝对袂让老邓失望的啊。既然是为着这利润的问题，要无安尼啦，你叫恁公司迄会计哦，或者Kelly啊，来甲我讲啦。
你嘛知影，只要昨日来开嘴吼，我嘛较歹势拒绝。肯定会较重视有闲哦，叫来公司找我。好，是安尼吼。好了，无我再问伊看伊当休息间。老邓伊无愿意开啊！老邓讲这小可代志，伊讲叫你出面就会用你啊。我讲伊是你故意刁难我，对你可能有其他意思。伊敢真正伫你面头前安尼讲？可以，你若无愿意，你就莫勉强啊。毕竟咱这是你卖药啊，咱也毋是你。你当我无讲啊？ 也毋过，咱的过得比消费者，我咧是变安怎？我毋知。迄批货，想讲妈用阮爸停车场的土地，去阿银行抵押贷款的。之前我妈已经用伊的洗车钱，帮助我把即间公司买落来。即卖连阮爸的土地嘛摕出来停我。我是了准讲，我趁钱，等下互阮妈分人。 叫我即马可能连利息钱我也拿袂出来，到时土地就可能爱互拍卖啊。总经理，我甲老邓讲看卖。哎，没啦，我看老邓水电队里什么气动嘞。你免替我烦恼啦，像像迄款人，过去我伫酒店嘛定来拄着，看啥物啊应付不了代志啦。较等下，我就敲通电话甲要见面。唔是，Kelly 爸，恁爸，今仔日哦，我安排随同哦，一挂行程，啊一透早就去协会农会拜会安尼。安尼真好啊，早都爱吼去行大一个啊。爸，啊你伫讲无期无期，啊不过即马伫主委改选的时间是愈来愈近啊，啊你到即马方向甲袂放出去，真侪乡亲朋友拄着我拢搞问啊，啊恁爸任期满了后是要换什么人做，啊问讲我拢唔知要怎应啦。 反正吼，时间若到吼，我一定会推出一个吼适合的人选啦，啊！爸，啊，你是讲随同无适合啊？我也是无安尼讲。爸，你有卖互我摇啊啦！啊，咱李家总啊姜啊，就随同甲明聪两个人啊，啊，随同甲明聪，啥物人较适合？敢有这样歹决定？我也是咧想讲吼，是啊，是啦，我从那遐来啊。 哎，祥义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，多谢多谢多谢！三伯，拍地。哎，祥义啊，今日是啥物风甲你吹来呢？姐，阮阿兄哦，甲顶届讲的商店街计划写好啊，今仔啊，专工再来互你看啦。是啦是啦，啊，我有做一个初步计划啦，专工摕法则甲你参考一下。来来来，安尼哦。哎呦，我你安尼骹手够紧的哈。 啊，都讲无偌久了呢，啊，计划书就写好啊。<笑>是啦，发姐啊，咱庙头前这个地处啊吼，较是大位吼，啊，过去都较无规划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这一搭遐一搭，啊，浪费真侪空间啦。啊，经过咱的规划了吼，咱土地会当完全充分来甲使用，尤其是那是起两层楼啊吼，甲算算啊，会当加你出几啊十个单位哦。几啊十个单位？ 那呢，这内面的任务就真大。阿姐啊，重点是这个啦吼，这庙两边的建筑以后啊，咱会当完全配合庙的设计，和庙头前这条街啊，完全是街头换面啦。同时啊，那带动地形上的欢迎啊，你嘛是功德一件嘞，啊，这本来就是咱庙应该为乡里所做的工作，吼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看，这看什么？哦，安尼，哦，安尼，这都。
吼变做一个观光点，除了进香团，啊嘛会当吸引观光客，同时哦，会当增加真侪信徒啊。讲实在，伫我这两年的任期吼，啊，我一直想讲要做一寡改变，互地方哦会当较发展。我是真想要推动啦，不过我的任期吼得要到期啊，啊，下一任换人做，唔知是不是会有啥物变化？志啊，你放心啦，只要你有决心哦，虽然你无做主委，啊，不过志啊，你里面的影响力绝对我都推动这个建设啦。是啦。这个计划牵涉真大的资金啦，发觉啊，你若有真心要落去推动，我才来烦恼。啊，若无这件代志吼，当作我毋捌提起，莫放伫心肝内啦。啊，你都这么尽力吼，将计划书写出来，啊，我这个在地人当然爱对地方吼尽一份力啊。这件代志哦，全决定。哎，祥喜啊，啊，你把计划书吼，我做得较详细咧。我通好对委员啊，甲咱地方的乡亲哦做说明，无问题，有必要支持，甲地方的资源，这个代志已经成功一半了。哎，资金的部分吼，爱你斗三工哦。应该应该，我负责计划甲找资金，这个代志我相信真紧就能进行啊。我感觉吼已经看到遮的改变啊。水塘啊，好交代是得回来。卡如果你若继续搁留点你大量啊，厝里的地盘啊，都要叫吴正平甲你捧去啊。安啦，虽然我人哦无伫台湾，也毋过才发生什么代志啊，拢有人甲我通报。参像迄个冰溪哦，赖福咧报王建明的比赛，每一场哦，我拢无漏到去。歹势哦，卡如果若王建明搁受伤呢？就算讲平时一天24小时伫现场转播，你嘛是共款看无啦。我实在是想袂通咧。恁迄个老爸吼，是安尼无代无志，甲迄个情人囝带转来厝里吃面囝、住面囝的啦。佮甲我游览车一半生意啊，报去予迄个情人囝做啦。我拜托你回去甲恁个情人爸小讲下啦。啊，伊啊是王三宝，毋是叫做王建明啦。叫唔当洪大王，跟王爷公同款的啦。无错啊，你放心啦。就算伊是王建明啊，我也无得惊啊。因为不管怎有灾情啊，嘛是姓王，不是姓李，我才是李家的子孙。明枪阁无出脱，以后你唔靠我，是要靠谁？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啊，但不过你也知啊，即摆困伫恁丈人爸的身躯边呢。是王三宝因老母呢，人若小我干奶者，你着带咧等啦。那是要比奶哦，分明秀哦，骨较熬奶啊，这边我烦恼啦。好啦好啦，讲正经代志啦。等恁丈人爸的主意呢，已经要到期啊。伊煞了讲要替你出来做，伊是无讲。也毋过当初时，庙里头一届主委是阮爸在做的，若不是伊后来患病，让阮丈人爸来做，伊哪有迄材料坐迄位啊？你安尼讲是无对啦，伊即嘛任期满，嘛应该把这位让出来给我做才对啊。死狗，不管是主委还是委员，我是罢免当选。好啦，反正你若要出来选呢，我是一定听你的。水东。还阁有时间在遐饮茶哦。即马三宝哦，逐天哦，阮甲爸安尼缀前缀后啦。你若是无甲缀遐条的哦，时间扣袂用，拢毋知影。我的水母啊，王三宝哦，袂飞天遁地，无需要安尼防伊啊。伊是点点食三碗公，拄则伊带迄个叔伯阿兄来啊，讲一挂要开发庙口商店街的代志啊。爸是听到耳仔安尼啪啪啪，是伊心肝会较高。那恁爸你嘛听到，这尔好怪。金毛姐，伊迄个结拜阿兄真无简单嘞，听讲哦是咧做本地产呐，啊赚真多钱，光好庙的钱哦，就是100万嘞。这大好。是啊，而且哦，拄则我伫个边仔甲伊听起来，经过计划哦，庙前哦会加出几十个单位嘞。
死狗来招商的时阵哦，得吸引观光客甲进香团来。迄趁钱哦，敢若你趁水啦，迄水道就好像开落去哦，就有水流出来。安尼看起来哦，这个香气哦，有影有两不清的。安尼，你来教看卖，才知影香口人。好啊啦，要啉茶哦，咱就转来啉啦。趁伊即摆搁伫咧厝的时阵哦，咱转来调看卖。若是有好康的哦，咱咪用插一卡。无事，歹势，我先转来甲了解一下。好。小英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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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啦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阮阿兄吼，甲阿嫂一直学落你吼，真照顾因啦。啊，阮爸嘛甲我讲吼，这商店今天开我安尼计划，我对你印象会当讲是哦如雷贯耳啦。啊，今日总算会当看到你庐山真面目啊。莫安尼讲啦，客气客气。拄只吼，我甲湘玉啊，咧讲这个商店街的开发安尼代志，我感觉对地方哦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虽然讲我的任期啊特别满啊，也毋过我一定会过来推动这个计划。安尼真好啊！莲花啦，你毋是一直咧念讲吼，啊，咱这个所在拢无啥物通发展的啦。啊，即摆哦，若是会当伫庙前哦开发商店街，啊，咱地方哦一定加足济发展，迄乡亲的生活吼，嘛加足好过的。是啦，爸，你看我这个开发案吼，若有啥物我需要到三间所在，你只要你吩咐，我一定尽量去做的啦，吼。爸，我找你这么热闹，是咧有啥物代志啊？哦，是咧讲这个商店街的代志啦。这个开发案吼，对地方的影响吼，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那是做了好，甚至五十年、一百年。啊，搁有我伫地方上是一个人事，啊，还是讲是一个普通的家销，真看都要看一摆。这个开发案，我是不是煞会叮当？哎，水东啊，平时啊恁拄啊好转来，安尼。庙内的代志吼，咱一家人吼，好好来讲一下。诶，三宝啊，恁要去倒？姐啊，你不是讲要甲姐啊因参详一寡代志？我是讲咱一家人，当然嘛是有包括恁啊。啊，舅，姐啊，恁请坐，恁请坐。啊，王爷，我偏要爷爷坐就好。爸。可能对庙的代志较无兴趣啦。有兴趣无兴趣，拢爱听啦。我有工课吼，要派伊去做啦。是啊，三宝的嘛是咱兜一份子啊。啊，厝内工课爸叫伊斗做嘛是应该的啊。祥义啊，这商店街的开发啊，这毋是普通的工课呢。我需要爱有一点仔方法吼，才煞会叮当。是是是，我了解。我嘛无甲你当作外人啦。即摆算是讲吼，咱门关起来讲，啊，你先甲听起来劝，吼，以后咱才较好配合。是是，多谢发姐啊，这么器重我咧。简单讲吼，这个商店街的开发案，伫我的人内，这算起过呐尔。这戏若要会闹热，都要看下一任的主委，伊是要安怎来推动这个计划。啊，若讲较紧的，就是讲。我希望讲下一任的主委啊，是咱岛的人出来做啦。这个庙呢啊，是信徒选代表，啊，这代表选常务委员啦，啊，五席的常务委员再选一个主委出来。我安尼甲算算的啦吼，咱岛若是要选三个人出去，以我伫地方上的交陪啦，要选掉三个常务委员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水东，你有选过议员，而且地方上吼有明秀啊替你咧活动，我算你一席。杜小宝，我一定让你哦金屋民主啊！明昌啊，庙里的工课你嘛做袂少，啊，大家嘛拢知影吼，你有咧插代志，我往来算你一席啦。加油哦！啊，那第三席吼。爸，我一定好好拍拼啊！三宝啊，你出来算。爸。姐啊姐啊，我无适合啦。
那也不适合。之前吼，你家你的游览车当作是巡回的医疗车咧用，大家嘛拢真家你娱乐啊。而且啊，林飞啊，为着咱庙内交班啊，吃遐尼侪苦啊，大家嘛对伊足甘心的啊。所以三宝啊，你出来算哦，大家一定会支持你啦。无咯无咯，叔啊，我甲林飞做遐个代志吼，是比买只早啊搁较细支的代志啦。啊，若是讲哦，要对庙有啥贡献哦，你若讲姊啊，才对啦。姊啊做代志吼，真正是积极的啦。是啊，爸。啊，三宝对庙的代志无兴趣，恁硬要伊做，伊嘛做袂好势。啊，若要安尼哦，就算我出来做啊。哎，你甲水东吼，恁的地方上的交配吼，差不多拢是遐个人啦。啊，即摆水东啊出来算哦，你就免出来啊。爸。尊者支持我甲随同的人拢是共一挂的，至少无你会用甲我支持啊！啊，拄则你毋是讲凭你的交配，咱厝会用选掉三个人？迄是包括三宝啊！我若会当支持随同啊，甲平昌选掉，迄都袂歹啊！你阁是讲我真是画一得一，画两得两，出手就包赢的。爸，平秋啊，爸的交配哦是真看无唔对啦。啊，若是讲哦，庙的五是要相位，爸想要撞咱，也毋是无可能的代志啊。啊，不过爸嘛爱顾虑其他乡亲的想法。我甲平昌就已经占两席啊，你阁出来选，啊，别人啊批评讲哦，爸甲咧庙哦，当作是咱李家开的公司，莫啊。啊，不过爸叫三宝出来选，毋是同款。三宝是家己人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，爸，阿姨啊，三宝啊。我讲一个确实的话，你莫见怪吼。啊，三宝毋是说你，外人若是啥物长底脚话，爸要杀嘛较好杀啊。阿姨啊，三宝啊，啊，阮爸要顾虑的代志也真侪啦，我相信恁应该会当体谅啦吼。恁爸爸吼，若叫三宝啊做啥物工课，三宝啊绝对无第二句话啦。啊，不过你即摆若是叫伊出来选庙的委员哦。安尼有影较占官，我是感觉无妥当啦。哎呀，袂啦，阿姨，这商店街开发案是双兄提议的啊。以后若是要建设，嘛拜托双兄兄啊出来斗三工啊。阮爸安尼做吼，叫三宝出来选，一定是希望讲哦，以后啊，因这辈兄弟会当互相配合，安尼哦，咱代志会较好做，对不对？哦，无咯无咯，舅啊，我唔捌甲阮阿兄吼斗阵做伊工地代志，这我唔办啦。哎呀，三宝啊！啊！你做商务委员，只要负责当囡仔就好啊。爸唔是叫你做主委，负责所有代志，你是咧烦恼啥啦？水东啊，先莫讲啥物主委的代志啦。你甲三宝啊、明昌哦，三个人哦，先选调商务委员再去讲啦。啊，对对对，即摆先互阮三个人选调较重要啊。祥义啊，你甲我来庙行一撮好无？哦，好啊好啊，好，无来去来去。哎呀，请进哈。哎呀，是袂晓讲吼，拜啊拜哩吼，伊出送委员呢，以后互伊庙的吼，咱两兄弟做做工过啊啦。啊，尤其商店街，我相信两兄弟哦，一定要好好拼一下啦。慢些，您坐坐啊。选迄庙的常务委员，啊，毋是叫大姐去啊？啊，大姐敢会无欢喜？袂啦，啊，水东嘛就占一席啊。而且哦，恁阿姐嘛讲啊足清楚的，啊，伊安尼做吼，就是希望讲咱家己的人会使占三席啦。啊，到时拢是咱家己的人做主委啊。是啊，其实哦，我只是占过哦，伊做投票部队尔。啊，到时阵要选主委的时阵，我有照这意思。啊！甲票看是转互民众，还是支付？啊！票投完就到潘克奈啊！我是甲拢转去台湾游览车。
那安尼我就唔免烦恼。哎，妈，哎，来来来来，菜我来炒啦吼。哦，安尼哦，我要表现一下。好好好，这样。那是会晓无啊？当然嘛会晓啊。哇，足特别嘞！我炒高丽菜拢免开火呢。嗯。嘿嘿嘿嘿。啊，唔紧开火。来来来来。爸真正有够大细心的，竟然把常委迄个开给三宝，是安怎你无替我赞声？竟然佫讲哦，三宝是上适合的人选，你目睭内到底是我这個太太？那有可能无？我水某，我当然嘛是支持你出来选啊。要唔过爸的意思已经足清楚啊，伊就一定爱三宝啊。我看，这一定是阿姨哦。我咧家家兄啊，我只是一个囝仔，若是我唱名哦，要甲三宝争啊，吃亏哦，一定是咱家己啊。照你的意思，我唔得认赌，凤凰雷场快点挂电话卖哦。哎，卡林来咧，不管谁来做这项目委员，拢是家己人，不是拢同款。相公同款，若是我做哦，伊会替你做主委啊。是嘛，王三宝做啊！伊自从来到阮家以后，就跟我袂合。伊一定哦，想空想胖，想要徛我的空啊！死狗，若要选主委，我得爱甲高家拜托，我绝对认识。我的水某，你敢会想想这？不管是三宝还是勉强，我听爸的啊。死狗，有爸一句话，看以后咱去也拜托个头来呢。老公，你讲的嘛对呢。三宝是外人，勉强哦，过日两流连，常常了爸生气。我想做的主委哦，应该是你做。死狗若做着主委，你就等于是摕着一半的选票呢。那恁选议员，百年会当选。这个主委位哦，咱绝对哦，一定要甲摕着手，袂用死甲惨。顶头袂记，头一届主委本来是阮爸的，迄是因为阮爸破病，才让予恁爸。即摆当然应该爱幸福。就算阮爸真正把这代志放下去，我也无可能把许个让予别人。刚刚你有其他的办法？若是要上委员，咱倒占三席，还佫其他两席。只要咱会当掌握这其他的两席，到时阵不管爸伊是不是支持我，我相信我一定会当顺顺利利当选主委。原来你早就安算好啊，安尼我就放心吗？你当然咯，我什么时阵会失望过啊？嗯，我就知影我的老公上当。对啊，阿英讲迄个商店街的计划，你感觉够有发展啊？当然有发展，只要爸有兴趣，那呢，等我动算主意以后，我就替伊来完成。要不过到时阵，像食肉、像啉汤，就由我来决定。的人哦，想是留在房间底卖出来啦。啊，若无厝内若有人客来，爸妈都唔知要哪共解释。啊，个人讲哦，等我孕妇装若穿起来，别人看到自然就了解啊。啊，死狗，甲阿爸阿母恭喜都袂赴啊，哪有人遐尔无聊，会去问这有诶无？对啦。我想讲哦，你是大明星，也唔惊人问啊。看咧啦，过去吼摕一块牌啊，甲你咧颔棍的。啊，自我介绍讲哦，我是狐狸精，安尼上心事啦。这建议袂歹呢，啊，我再甲建明常常看卖啦。啊，顶头这牌啊就写哦，黑咖喱小奶奶。建明，你要走？去办公室啦。阿若无，我阁会当去对。哎呦，手那恁叽叽啦，阁穿甲玻璃鞋。
我无你的身躯边，你都唔知要好好穿衫哦。革命大人大正啊呢，阿无展位阿无中风啊，穿什么衫搁你伺候哦？革命，好佳哉，我有准备啦。今仔外套是我特别为厝内扎来呢，你紧穿嘞，才袂寒着。紧。别，我袂寒啦。有听到无？家己的腹肚顾好就好啦。啊，若你虚情假意哦，阮建明无迄个福气通享受啦。哎，好啦，我来上班啦吼。哎，建明，你还是要食啥？我来传啦。哎，请坐。开车顺利哦，拜拜。人行到顶尾啊啦，佫点仔话，啊，人是有听的哦。咱外婆想要插，点仔咧加好咧。真正比酒店小姐哦，更加专业。哎，真久无煮迄药炖排骨给明食，给明上爱食我煮的药炖排骨。阿伯阿母，恁起来啊！爸妈，阿给明嘞，拄只出门哦，去加盟店的办公室啦。阿伯，我来替你泡茶哈。哎，别。那要饮茶哦，阮家己泡啦。我是讲我的嘴啊足刁滴吼，泡收高嘛唔好，啊泡了收薄嘛唔好。你唔是你问贵君看卖咧？伊过来十几冬哦，伊敢捌泡茶我啉？听到无？那想要巴结哦，嘛免做啊遮尔明显啦。阿伯、阿母，我知影我即马还袂入门啦。啊，不过建明是我巴肚内囡仔的老爸。不管你有把我当作是恁的媳妇无，我心肝内拢已经认定我是平家的人啊。既然我即摆已经搬入来，有好大家我照顾完三家的工课啊，我拢会真认份，真照起工去做。哎，等等，迄间是灶坑呢，那阮平家的灶坑哦，是袂用互外人安尼出出入入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为即摆开始，无我甲阮妈的温准，你拢袂用入去啦。来生最